一个白事，为了囡仔的好品格。请你们来平安。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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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天父，感谢上帝。今主日是总会所定的这个主日号的奉献主日。也是伫咱中会所定的教育时间奉献主日，也通过伫咱中会内底有一个交换讲台机会，所以真欢喜会当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。特别让我感觉真欢喜的另外一项代志，就是我会当甲咱的修良执事同工做伙服侍伫这场的主日礼拜中间。伫去年的教会。有可能是我已经久长一段时间对我的身体无好好照顾甲保养，也有可能是过去我捌有受伤总是我家己无注意，所造成我的腰脊骨的所在类似生骨刺，去跌到神经的这个情形。这个情形后来愈来愈严重。到落尾实在是痛到两下挡袂牢，无论是吃这个止痛药啊，甚至是去煮这个止痛的药，拢无效。逐天只要我是精神的时，随时拢在痛。在困，我都困，就伫眠床顶安尼变过来变过去，变到后来实在是伤过忝啊，才困去。本来我搁想讲。我会当阁动落去，阁忍耐一段时间，结果是教会的长老实在看袂落去啊，所以呢，伊就直接帮我伫将伊个所在帮我挂号，请咱个树林技师来替我做一个身体检查，后尾决定就爱动这个手术。迄个时阵，我的心内实在有淡薄惊吓，总是阁无其他个方法。我也一直为这项事来祈祷，祈祷到落尾我的心内有平安，所以就安尼，我就将我的肉体甲生命交托上帝圣手的保守甲引带，也放心来交伫咱树林执事的手中。感谢主，一切拢真顺利，无论是后来这个康水的恢复。而且是整个的这个过去得到神经的这个情形拢得到真好的改善。所以呢我也常常在会友的面前将这项事来做见证，来感谢上帝的医治甲保守。无拍算，对去年底开始，一直到这一两个月，有几啊位教会兄弟，因为着共这项事来找我，来问我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就是因讲，牧师，你当时这个腰脊骨的骨刺的手术，是倒一个医生替你手术的？我讲，是迄、那个邱良医师啊，陈秋良医生啊。结果就安尼，这一年来，有几啊位，无论是教会兄弟本身，或者是因的亲人，若是有这个灵骨。也是讲，伊其他的骨头问题，因需要手术，差不多拢会去找咱的手术技师。甚至有的感觉心内无平安，搁会伫这个手术技师咧问诊的时，请伊来替因祈祷。所以，咱的手术技师伊有来有上帝所赏赐予伊的这个医术的才能，会当医治。人伫肉体上的这个病痛，佮会当通过祈祷来予人的心内这个平安。我想说实在是予上帝真重要的感恩。总是，咱来想看卖，是安怎伫教会中间的这些兄弟姊妹，若是需要伫这个骨科的范围需要动手术的，拢会大声想要来做这个单手术的。我想有一个真大的原因，就是我替陈执事的医术伫遐做见证，伊则是一般人伫讲的，无意中
伫遐替伊拍广告。通过我的见证，互人感觉感受到，予咱即次内动手术是一项予人真放心、真平安的代志。亲爱姊妹，为虾米我要特别提起这项事？那是讲我得到咱陈志书伫肉体病痛顶面的帮赞，我就会欢喜去按人来做见证。那是安尼，为虾米咱领受着主耶稣基督极伟大的救恩的时阵，咱无要赶紧去按人做见证，来传扬主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呢？咱们伫南国国小所举行的这个唐崇荣牧师的布道会中间，那牧师那一边伫遐强调，伊讲一间教会的牧者甲信徒，若是只有六礼拜来到伫教会中间伫遮做礼拜，总是伫平常时无按人传福音的时阵，那安尼这间教会一定会惊按失败，甲袂无。所以传福音实在是非常的要紧。除了传福音以外，阁一项真要紧的代志，就是信仰的培养甲温度的训练，这也是非常的要紧。所以无论是伫总会的这个教会委员会，或者是伫咱中会的这个教学部，一直以来拢是非常受到重视的这个组织。一般来讲，伫中会内底。诶，第一要紧的步就是团队步，做落去就是教育步，是排第二要紧的。无论你是毋是有认同即款的看法，总是对过去一直到现在，教育时间一直是教会中间非常重视的一个环节，是一项真要紧的时间。伫专人教育的观念。还未形成的大生，迄个时阵教育时间主要是针对儿童做一个，后尾才渐渐看重这个青少年的生命教育，以及开始重视成人做一个的教育。不过一开始教育时间的重点是放伫儿童做一个的顶面。为什么在教会的时间的分组中间，儿童的教育是这么被看重？因为儿童的时期是建立信仰的根基，甲培养好的品格的一个真要紧的时期。若是咱的根基无在，那呢，到伫少年、青少年、青年的时期以后。但是你发现到讲，我伊的行为甲价值观念已经偏差，有当时要帮助因来改正，是会加倍会辛苦的。有一句话来讲，伊讲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，同款，伫教会的内底，咱也需要重视一个幼儿的教育，因为幼儿的教育会好甲歹，也影响。甲决定咱的教会将来是毋是会当健康？我最近其实这已经是毋是最近咯？久长以来，我发觉讲咱真济即个社会的新闻是甲咱的家庭有关系。其中，即个新闻的报道大部分。拢是无好诶，是予人感觉真艰苦心诶。所以当时我会感觉真奇怪，是咱诶社会拢无关系着即个家庭有好诶新闻吗？或者是因为即个好诶新闻无法度去吸引人，所以咱台湾诶记者真喜欢报道即个负面诶新闻。所以我愈来愈无爱看新闻，总是有当时难免。也是会看到，之前有一个新闻，予咱看了，心内未免会感觉真艰苦心，也感觉真受气的，就是竟然有一款，这么五级的囝，新闻报道讲有一个不孝子，
伊不断将即个爸母辛苦所赚、所欠的这些钱开了了，佮常常会甲即个爸母讨钱，若讨无钱，伊也佮会恐吓伊的爸母，甚至将伊的爸母要食的饭，甲伊倒伫即个饲狗仔的即个碗内底，互人看了。实在是心内真受气，亲像这款，我爱家己认真好赚，干那要对爸母提钱，或者作伴，互咱即马乘车的人，甲伊称作是啃老族啊。这个啃老族内底，这个老呢，所指的，所代表代表的，就是咱的老爸甲老母。对这款要食唔好赚的人，把咱过去。甲因叫做是礼堂。现在社会上有愈来愈多一款的啃老族。另外，也看见一篇的报道，伊安尼讲，伊讲伫台北有一个六十岁的一个负责人，伊敲电话去报警，敲警察局，因为安怎？因为伊的囝将伊关伫一间房间的内底，了后。这个囡仔手内底摕一支雷达，佮摕一个汽油弹，伫遐来呛声，讲要放火将这间厝啊烧掉，要含伊这个、老母两个人伫遐同归于尽，是为着甚物代志安尼做？原来，伊这个囡仔今年迄个时阵啊是22岁，佮咧读高中，总是伊。真够开钱，伊所有的钱拢是对伊的老母所摕。即边，伊为着要甲伊的老母讨2000几块，讨无，竟然威胁伊的老母要放火将伊烧死。即款行为，不但让伊的老母非常的伤心，甚至伊安尼做，也已经。去犯着这个公共危险的罪，有可能要爱受个刑罚。我想，这款的新闻真多，我讲袂了。咱若是家己看报纸，或者是看新闻顶面的这报道，或是看网络新闻，这款的报道会当讲是非常多。有看见有这个囡仔打父母的，甚至害父母的拢有。咱毋通将这个代志，把伊当作只是社会的一个乱象。咱敢知影，其实这个代志也开始发生伫教会的信徒的家庭中间。为什么安尼？过去我捌听见，有侪侪信徒会去找因的牧师，伫遐甲伊讲这个心内艰苦。去找伊诉苦，甲伊讲，讲因的囝，互因感觉真艰苦心。有话讲，讲因的囝即个品行有是外歹拄外歹。有话讲，伊的囝已经30-40岁啊，佫拢无爱去找头路，逐天拢伫厝内伫遐沉迷即个网络。有话讲，讲因的囝对因无友好。讲话会甲伊忤逆，有话讲，因的囝即马拢无爱去教会，烦恼因囝将来即个灵魂袂当得到救，所以就伫遐爱牧师为着因的细囝来祈祷。我相信，即个做爸母的大部分拢非常疼因的细囝。总是有当时，咱就爱问咱家己，为什么咱的囝今仔日会变做安尼？为什么咱的囝今仔日会变做安尼？我听见一个信徒的家庭内底，一个做囝子的对伊的父母无敬重，不但家己常常。对父母伫遐发圣地，讲话来侮辱父母，甚至
伊甲伊个细囝讲，讲你若讲阿嬷，若是伤啰嗦，或者是安怎，恁做恁莫插伊。即款个教育，当我听到个时，予我想到细汉个时所听见个一个故事。即、这个故事是安尼讲，伊讲有一个老爸，因为伊个老爸已经年老，就感觉伊个老爸已经无路用啊，干干会晓食用饭啊尔，也袂当当做啥物工课，所以伊个心内就产生要将伊个老爸来气杀的这个念头，所以呢，伊就去请人。做一条椅啊，这条椅啊会当啊排伫伊个脚掌边，予伊个老爸会当坐伫顶面。了后，伊就找一工，伊建议讲要带伊个老爸出去这个啊郊外个所在行行嘞。其实，伊是想要将伊个老爸伫遐来气杀，恶意来遗弃。就安尼。迄天，伊就将伊个老爸用这条椅啊，甲伊按伫脚掌边，了后牵着伊家己个细囝，全家做伙要去郊外踏青。就安尼，这个老爸就带着伊个细囝，按着伊个老爸，做伙去到伫一个山内。伊想要趁无人看见个时，就安尼神不知鬼不觉，将伊个老爸甲放杀伫即个山内，互伊伫遐自生自灭。就安尼，当伊带伊个老爸甲细囝到伫即个山里时，伊就将伊个老爸对椅仔顶甲伊放落来，牵伊到伫附近个所在伫遐看风景。了后，伊就趁伊老爸无注意个时，就将伊个老爸甲迄条定做即个椅仔，做伙甲伊等伫山里，就牵着伊个细囝，要安尼偷偷仔落山，来将伊个老爸甲伊放杀伫山里，互伊伫遐自生自灭。总是因即个囡仔，伫因行路行半路个时，苏雄雄甲伊个老爸讲：“讲爸爸，迄条椅啊，咱袂记摕倒来呢，咱是毋是爱换倒去摕啊？”啊，即个老爸甲伊讲：“讲迄条椅啊，已经无路用啊，无拍算。”即个囡仔甲伊老爸讲：“讲即条椅啊，将来还有路用啊，等恁若年老的时，就用会着啊。”这老爸听了，心内想一个，就赶紧等伊到伫山顶个所在，用迄条椅啊，去将伊个老爸挨倒来，并且对迄个时阵开始，对伊个老爸非常的友好。亲爱姊妹，咱千万唔通只是听咱个细囝，总是无好好教育。除了疼囝以外，咱也需要教育咱的细囝，帮助因培养好的品格。另外一方面，其实咱的细囝也会常常对咱的身上伫遐来学习。当咱有好的品格、有好的行为，咱的细囝就会将咱当作是模样伫遐来学习咱。总是相对的。当咱的品格甲行为无好的时，咱的细囝犹原会受到无好的影响。所以我心内想讲，哎呀，真害啊！这个教导细囝用无好的态度来对待阿公阿嬷这老爸，将来要得到伊的细囝对伊的尊重，我看真命，等到予伊的细囝来甲伊看见的机会。亲姊妹，咱的细囝是上帝所赏赐予咱，
宝贵的产业。总是咱相持耶稣托付来成做上帝这个产业的好的关系。上帝爱咱好好来教养咱的细囝，就亲像箴言22:13所讲的，经文讲教养囡仔要用合宜的法，就依到老也无坏处。让咱的囡仔会当培养好的品格，的时阵，一个更加重要的是，让咱的细囝会当一世人行伫上帝的正路的中间的时，我相信这是咱上阶段的福气之一。在新命记12:18记载讲，讲你着这首听看我命令你一切的话，行耶和华你上帝所看最好、看最对的事，安尼你家己的后裔就通永远得着福气。其实伫这段的经文，伊至少有两层面的意思。第一，就是咱当咱尊探上帝驾驶，照着上帝看最好、看最对的事，伫遐来行时，上帝要因为咱的好所行，来祝福伫咱本身甲咱的子孙。总是另外一个层面，也是在对咱讲，咱的这个身教，本身的这个好的模样，咱这个身教也是非常的重要。咱的囡仔。也要对咱的这个好的品格、好的行为中间来受到好的影响，来行伫上帝所看最好、看最对的道路中间，自然因也会当领受对上帝来的祝福。过去有一句的台语的这个俗谚，叫做讲啊，讲生囝的无道，教囝才是。老生囝的无错，教囝才是老。伊是咧甲咱讲教育细囝的这个重要性，甲伊的必要性。有无偏向教会内底阮所推动的这个双语养育系统，双语的这个养育系统中间所在讲的这个养育，是包括养以及育。注重幼稚甲教育的，幼稚啊，养育，咱所讲的养育，甲咱的所讲的这个饲养、养育甲饲养是无同款的。这个幼稚也是讲饲养，只是注重这个饲啊，总是无注重教育。那呢，其实甲饲猪差不多。总是一间健康的教会，除了会当提供上帝话语，当作咱灵魂的这个理念来养饲信徒属灵的生命以外，佫较爱注重教育。教育信徒会当明白义理，既然是教育，那安尼就一定爱有关卡。教育内底。一定爱管教。第希伯来经书12:16-18经文安尼甲咱讲，伊讲因为主所听的就警戒伊，佮凡所接纳的囝就用鞭打伊。恁的吞论是最警戒的路用。上帝款待恁，亲像囝，兼通有囝佮予老爸警戒啊。正囝所有分的警戒。恁若无收到，就是偷生的，毋是囝。上帝讲，若是所听的囝，就必须爱受着管教，除非是将咱当作是偷生的，才无需要管教。管教的目的是为着要让咱明白义理，让咱的生命会通结出平安的果子。几啊年前。差不多80年前，美国有出一本册，伫遐非常的大卖。
迄、那个册名叫做啥物呢？伊讲优秀是教出来，优秀是教出来的。这本册的这个作者就是龙克拉克，伊原本伊毋是日籍，要请做一个老师的。伊当时的选修这个教育的学分，是为着想要领奖学金来减轻因厝内的经济顶面的负担。伊原本感觉讲教册是一项非常无聊的代志，伊本身的兴趣是旅游啊，伊希望会当借着旅游的这个过程来找到这些刺激的经验。总是伊为着生活的需要，落尾伊也是教伫一间的小学，伫遐做老师。一开始教册了后，伊煞产生一个新的体会，就是原来教册也会当这么刺激，这是一个会当改变一个细囝的一生，也是一个真难得的机会啊！伫当时的制度，因每一年会开始来带一个班级，每一年拢爱换一个新的班级，所以伊真清楚知影。伊只有一年的时间，伊会当去改变伊班上每一个囡仔的一生，所以伊就下定决心要来帮助伊的学生，会当过着一个无同款的人生，乃是一个更加好的人生。伫伊二十八岁的时，也是伊开始教册的第五年，伊就得到全美国的一个最佳教师奖、上佳优秀的一个教师奖，并且伊是唯一的一个让美国总统来召见三遍的一个小学的老师，真做一个小学的老师，因为明白教养囡仔有好的品格，会当对囡仔一世人带来有遐尼大的影响，并且以努力实践即款的观念，伊到帮助最侪伊的学生来成做真优秀的学生。何况是咱遮做人父母的人，也就是对咱的细囝一出世开始，第一个也是一个上界主要要来塑造咱的细囝的品格，以及对囡仔的一生造成上界大一影响咱，影响咱之一的咱。咱若是想托付来成做上帝的这个产业的好管家，伫咱遮个每一个做父母的，但讲咱会当忽略教养咱的细囝有好的品格的这个重要性。韩国有一个牧师叫做金森库牧师，这个牧师伊捌特别提醒咱讲，伊讲品格对一个服侍者的重要性，伊讲。有好的文书，总是无有好的品格。伊用一个名词来形容，我感觉真趣味。伊讲一个服侍者，伊若是有好的文书，总是伊无有好的品格，那呢，就那亲像是熟人的老慢，熟人的老慢同款。因为因的服侍不但袂当造就人仰望上帝，颠倒因的服侍，予人常常来跋倒。来伤害人，所以追求好的品格，比追求好的这些文书更加要紧。在圣经中间有清楚的记载，甲咱讲，讲好的品格对一个服侍者来讲是偌尼啊重要的代志。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第二节到第十二节，这么长的记载中间，原文安尼记载讲。伊讲，所以最监督的，遮所讲的监督，就是咧指教会的遮个领袖。伊讲，所以最监督的，应该着无通嫌，着做一个负责人的丈夫，毋通爱饮酒，
要守纪端正，好款待一外人。咬架是无因为酒来起事，无拍人要温柔，无三生无贪财，咬整理家己的家，人咬整齐家己的家，用端庄互子子舒服。因为人若未晓得整齐家己的家，要怎样照顾上帝的教会啊？拄好一教的，毋通互伊做感动，行了家己偏方，来陷入伫魔鬼所收的心怀。搁伫教会外，就有好名声，行了拄着人的礼貌，陷入伫魔鬼的外道。这个外道就是啊，落网的意思。煞只第八十开始安尼记载讲。伊讲安尼，做即事个也着端庄，无两样话，无爱啉侪侪酒，无贪不义个钱，着存清气个心，着存清气个良心，固守信德个恶苗，亲像即号人着大声试验伊，若无通嫌，则通互因做即事。安尼，有钱人也着端庄。无诽谤，无妄想，凡事忠信。即事也着做一个负责人的丈夫，熬整齐因的囝儿甲家己的家。咱看伊这经文，一直咧甲咱讲，讲爱有好的品格，才会当担当上帝所要托付予咱的工，来应跟上帝立约证人。对伫咱今日所读的这个新命记十二章十八节的经文中间，咱也会当明白，会当看见，咱的细囝会通有这个好的品格，实在是咱一生中间上界大的福气。因为这是一款上帝的祝福，上帝福气的这个延续啊，的这个传承，总是。要领受一款这么大的这个祝福，咱必须爱先明白培养囡仔有好的品格的重要性，并且就爱努力去实践。在上帝对人的计划中间，咱的细囝将来有一天是必须爱离开父母来独立的，咱不可能永远。陪伴在咱的细囝的身躯边，伫遐来保护伊。将来有一天，咱的囡仔必须爱为着伊家己的人生来负责任，因袂当一直来依赖伊的父母。所以，父母会当予细囝的上界重要的，毋是只个物质顶面的产业，乃是。爱培养咱的囡仔有好的品格，以及帮助咱的囡仔会当持守上帝的道理，行伫上帝所欢喜的道路顶面。有济济父母因真贤趁钱，也真认真咧趁钱，总是却忽略对囡仔的教育。所以，就养成咱的社会上有愈来愈济。咱所讲的这个靠爸主、靠妈主、啃老族，到后尾做父母的，甲只做囝的，拢真艰苦。圣经中间有记载，侪侪好的品格，就亲像好的树，会当生出好的果子共款，只好的品格，也会当生出好的果子。也就是遐个好个行为个表现，甲遐个会当造就人个遮个言行。当然，咱知影一个歹个树啊，伊也会生出歹个果子。当咱看见歹个果子个时阵，咱必须爱思考甲处理个，是即个树啊个树根、树根，毋是干呐迄个树啊个果子本身安尼。过去，咱若是毋捌真正认真思考
到底一个好的品格对伫咱的囡仔的重要性，也毋知对囡仔一开始，咱会当通过以下的这几个品格的这个面向来思考，咱伫培育细囝好的品格的这个教育顶面，咱是毋是有啥物欠缺，甲需要努力的所在？关于品格的第一个面向。也是讲第一个层面，就是建立关系，建立关系。咱所在讲的这个灵命，咱讲咱灵命一直着更新。总是咱在讲的灵命是啥物？灵命其实是在讲一款的关系，包括咱甲上帝的关系，咱甲人的关系，以及咱甲这个世界中间的关系。所以咱必须爱帮助咱细囝，伫这三项的关系中间，去建立迄个好佮合宜的关系。第二，咱这个品格的培养是责任感。伫咱的细囝还细汉的时阵，因会感觉因的问题就是爸母的问题，也就是讲，因要做爸母爱为因解决所有的问题。总是对着因品格的成熟，因必须爱开始学习为家己来负责任，将拄着的问题当作是家己的问题，伫遐来面对来解决。伫遐是《耶稣三十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的经文，安尼讲：讲当遐日，人无得讲，老爸食酸的葡萄，囝会嘴齿酸软。但人要因为家己的罪来死，既然食酸的葡萄的，因的嘴齿要软。做一个成熟的人格，是家己必须爱去面对家己的问题，为着家己的行为，甚至为着家己的罪，伫遐来责任。品格的第三个面向是现实感。现实感，原本一个人对出世开始，伊所期待的这个世界，包括伊对伊的父母的期待，拢是好的，是正面的。总是咱必须要让伊明白，就是这个世间，甲所有的人，包括因的父母，拢是无完全的，是有罪的，是真有可能会让因感觉失望的。甚至咱来互伊明白，因本身也是有罪的，是需要救恩的。因必须爱去处理因罪的问题。总是通过圣经话语的应允，当咱面对这个无完全的世界，甚至无完全的父母的时，咱犹原是有盼望的。因为圣经在诗篇二十七篇的第十节里遐甲咱讲，讲因为父母离开我，耶和华要收留我。无论咱的一生的中间，拄到啥物款无好的境遇，上帝应允，伊的确袂离开咱，袂弃舍咱，上帝的确会帮助咱。品格的第四个面向。是能力，或者是材料啊。上帝有赏赐咱每一个人有无同款的恩赐、甲材料、甲这些材料。总是这些恩赐、甲材料，常常是需要通过训练、甲引带啊，应该袂当讲引带，应该是讲引导来引导。就是讲，伊需要啊，受到这个老师的这个引带，也嘛是会使。也是讲经过训练，咱原本上帝予咱的遮个文书、甲材料，才会当渐渐，予伊发挥出来。所以咱做父母的，咱要责任爱帮助咱的细囝来发展伊的文书、甲伊的材料。品格的第五个面向是道德感，也就是咱会当讲良心，也就是对伫。这对甲唔对的代志，会判断。
所以咱就爱教导咱细囝，就爱做遐个对的事，并且爱离开遮唔对的事。品格良好的面向也是上界重要的，就是美好的人生，美好的人生，也就是爱帮助咱的细囝明白上帝疼因，明白上帝是咱生命的源头，明白上帝是咱人生命的主宰，并且来帮助咱的细囝会晓去找有上帝敬拜上帝。亲爱的姊妹，咱是期待将来有一天，因为看见咱的细囝真多有好的品格，所行合于上帝旨意，并且蒙受上帝祝福，所以来感觉满足甲幸福。或者是要因为看见咱的细囝，因为遐个歹的品格，比较人生的失败，煞伫遐感觉紧张甲烦恼。对即马开始来注重来看重细囝的品格。要无算是上万啦，咱需要常常为咱的细囝来祈祷，也恳求上帝，赏赐咱有智慧来教育咱的细囝，通过咱的言教甲身教，也是通过咱的嘴所教示，而且上帝所欢喜，而且上帝真理甲咱本身的这好的模样，来培养咱的细囝。建立好的品格，并且帮助因将因的好的品格，会当开花结果子，结出水的果子，来荣光上帝，利益教会，利益众人，予咱会当来领受一个永远得着福气。上帝所应予咱一个永远得着福气，以一个上界大的福气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稳定主笔，我的主上帝，我满心感谢你的稳定。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在我的家庭，在我的教会中间，你有赏赐予我，有这个新的生命，有赏赐予我细囝，予我在我的心内会通得到。祈祷得到恩望，得到活力，总是上帝你有缘有教导我，就要有责任来承做上帝你所赏赐予我吃的产业好的关系。上帝你爱我会当本身承做一个敬畏上帝、承做一个疼人的人，也通过阮有本身好的这品格，会当对阮的细囝产生好的影响。也通过阮弟伫信用的培养顶端，甲品格的这素质顶端，阮会当将上帝你话语的真理，认真来教育阮的细囝。予因也会当成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。上帝愿你赏赐智慧佮能力，予阮在座所有成做父母的，所有从事伫儿童教育，无论是伫学校，或者是伫主日学，阮遮的校长佮老师。愿上帝你赏赐阮有充足的智慧，予阮来教育阮的细囝。通过阮所教示因的这些话语，甲阮本身的好的模样，来培养阮的细囝，甲这些儿童会当建立好的品格，并且教导因，引导因会当有智慧。来找求上帝，来敬拜上帝，佮帮助因将因好的品格，会当伫遐来开花的果子，来结出遮个水的果子，来荣光上帝，伫遐个教会，伫遐个社会，伫遐个众人，
啊，上帝，你所想事，予我的这个大应允，也就是要永远得到福气，你这个极大的福气，会当通过我遮的努力，予我甲我的细囝一代一代永远拢会当，因为所行合的上帝，你的旨意，通永远享受上帝你的祝福。我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恳求，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